来到八卦娱乐圈。近期以来，关于乐坛天花板，实力派唱将周深的相关名场面接连不断。刨开前不久刚刚收官的综艺节目《奔跑吧82》和各种大型晚会上的高能表演不谈，光是巡回演唱会的高光时刻就不下数十几个。有句话叫“有什么样的偶像，就有什么样的粉丝”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不论到哪座城市开演唱会，深深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现场的所有歌迷。深深如此优秀，歌迷生米也是一样。继四川成都天府长卷航拍和龙湖东安天街主题活动后，在自己的家门口贵州贵阳再次上演了一场与歌迷双向奔赴的名场面。得到家乡歌迷为自己应援之后，深深还特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往现场打卡。在前往地铁站的过程当中，还发生了只能在综艺节目中的看到的爆笑瞬间。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贵阳人，深深对贵阳这座城市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，毕竟打小儿就在这儿生活。路过六广门体育场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喊出了他的名字，可司机师傅却说六广门在下面。此话一出，深深脸上写满了问号，爆笑回怼行，我从小就是路痴，好吧。随后一口气喊出了多个地点，比如八个沿路、十七中、北京路等等。面对深深和司机师傅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，显然深深的回答可信度更高。对此，不少歌迷都在弹幕表示，深深提到的这些地方将来到了贵阳都要一一打卡。紧接着话锋一转，深深来到了喷水池站，虽然戴上了口罩，但屏幕前的歌迷依然能感受到他的强大气场。跟随住深深的镜头，在地铁站内发现了多张帅气海报，在这之前都是歌迷和他的海报合影，自己打卡合影留念，还真是头一次见。除了地铁站外，就连地铁车厢内也随处都可以看到深深的影子。不愧是贵阳人骄傲，通过这一细节就能看出深深在家乡的地位究竟有多重要了。看完所有暖心应援之后，深深走心总结，生米的审美各方面都太好了，做的东西都很好看，有春晚的舞台灯火里的中国花开忘忧，以及二专新歌少管我等等，全都是深深的高光时刻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为了祝福偶像深深出道十周年，工作室专程拍摄了一支短纪录片，流程跟很多深深的专访一样，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让死忠粉表达自己对深深的感情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一次遇到周深是什么样的时刻和机缘？第一位女歌迷回答，2014年的3月在某音乐平台上听到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声音，她的名字叫卡布，能够说出卡布这两个关键词无疑是死忠粉，因为那时候深深的音乐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，从14年一直追随到现在，这才是真正的彼此守护。再有就是在好声音听他唱欢颜和2016年的大鱼一句句天籁之音，当年确实俘获了不少路人，本人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密切关注起了深深。第二个问题，与周深一路走来你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时候？这个问题对于死忠粉而言简直太难回答了，因为深深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难忘瞬间，光是巡回演唱会就留下了多个前所未有的第一次。随后一位阿姨出镜，她的回答说出了无数歌迷的心声，坦言每一次见到深深的瞬间都很难忘。剩下的歌迷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，有人说魔都制造音乐节，有人说青岛凤凰音乐节，也有人说今年的演唱会，答案不一样，但对深深的感情都是一样的。第三个问题，在周深出道十周年的这一刻，你最想对他说什么？第一个亮相的死忠粉是位初中生，直言谢谢你当初坚定地选择了唱歌，才让我有机会听见你遇见你，也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中，为我本就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的色彩。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，听完小姑娘的一番言论之后不禁红了眼眶，因为她口中所讲的一字一句都是全网歌迷最想跟深深所讲的内心话。其他歌迷也是一样，没有任何一段浮夸或者说提前设计好的剧情，只有生米们的真情流露。最后借用一位阿姨的话，你就是我们的骄傲，希望你在心爱的舞台上一直自由地唱歌，只要你一直唱，我们就会一直在。话说到这儿，看完这段相约十年你唱我在的纪录片后，不少生米都感触颇深，他们的一句句走心言论更是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共鸣。不过出镜的这些生米只是全网生米当中的一小部分，因为默默支持并追随深深的死忠粉还有很多人，集万千优点于一身，有担当，有实力，有态度。一句话总结，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
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